其实呢，我们在这个 Webduino 的程式，如果你写完的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JavaScript， 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拿出来用？你可以到这边哦，你看我们右手边这里，有没有发现右上角 QR code 旁边那个叫打开程式编辑？所以你们下学期在学网页设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你应该不会想要把你的程式码就丢这样，然后让人家自己进来改吧，这样不是很那个吗？对不对？很原始的呈现出来，这样不好。你可以跟你的网页做结合。那我当我打开之后，它就告诉你我有用到哪些 HTML， 有用到哪些 CSS， 就是那个样式。你们有学过 InDesign 对不对？各位，你刚今天是读视传系的，还是你读的是视传？啊，你们没有用过 InDesign 哦？那印刷你们不学吗？我一直很怀疑你到底是几年级的？你们是三年级的吗？对。他三年级还没有到。对啊，他放在大四。真的、哦？下学期。那表示这不是你们的重点哈。没有，全部留在最后面的。真的哈、哦，就是做专题的时候顺便一起来。JavaScript 也是也在这里，所以你要拿出来的话怎么办？你可以一个一个抠出来，但是有比较快的方法，你按下键盘上的 Ctrl 加 S，Ctrl 加 S 就叫存档。但是你看哦，我到按下去之后，这里会不一样，这边哦会有不一样 ，Ctrl 加 S。有看到一个什么东西？虚了对不对？但是这里啊，我要的是在这边，有没有download？你按了 Ctrl 加 S 之后，这里有download，这样一下载，网页有没有下载下来？网页你就包含一二三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你就可以拿起来。所以如果你是做互动的，它其实存下来之后就是我们右手边这个互动区的这个内容。假设你是灯泡的，假设你是灯泡，你看我来这里，这里是有按钮，那也有灯泡的。好，我找一个灯泡的，我把它叫进来，一样在这边。这里好，灯泡了。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哦，如果你连写程式都很懒的，怎么办？我有写一篇部落格文章在这里，有看到吗？这里吗？如果你连写这种程式都很懒的，请看这一招。因为 Webduino 有帮你把范例程式都写好，所以你找到哪里？找到右上角，找到右上角有没有这个图？好，但是注意一下哦，放在前面跟放后面不一样哦。这里你点前面跟点后面是不一样的，来，你看一下这里。有没有这里有一个这个按下去滑过来，有没有后面有加号，一个是这个，你如果点前面这个会取代你现有的积木，点后面这个就是让 Webduino 的范例助你一倍之力，它就加在你原本的后面，这样清楚了哦。你如果点前面，它会有一个提醒告诉你说这个会被取代掉。如果你只是暂时性的，而我只要借用参考一下 Webduino 的那个内容，就按右手边，这样一点就直接加进来。好，你从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我如果原本的我要保留，我就来这里，点后面的，有没有？就它就加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取代，那就不一样哦。好，这个是各位可以参考一下的。如果你真的懒得写的，你就来这边。点一下，我把它取代，这样有没有就进来了？有没有这边就有灯泡了？你只要负责把开发版的名称字放进来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了解哈？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那边，如果你用的是这个功能，我把这里放进来，但是记得哦，
它预设的范例都是马克一号的，你要改的什么 smart， 对不对？那这个速度也可以做调整。好，假设这样子就好了，我就跟刚刚一样打开它。你一定刚刚觉得很奇怪，我就来这边直接 download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也是可以。好，但是你按下 Ctrl 加 S 之后，它会多一个那个 share 的，如果你想要跟别人共用的话，也可以。好，就从这边 download。有发现没有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按一下 Ctrl 加 S。哎，等一下，要重新进来哦，重新进来。Ctrl 加 S 先按了。好，到这里 download， 有没有不一样？有 share 跟没有 share 就是能够 download 或不能 download。好，现在你找到这个，我找到这里有个程式码。网页我就把它到 Dreamweaver 来打开，不管你用 CSS 或新版本，你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刚的程式码都在这里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今天如果你想你不喜欢它上面刚刚那一张图，这个灯泡的图你不喜欢，你可以自己来把它替换掉，就是这一张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两张，你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一张它放在这里，一张是 on， 一个是 off，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换成你自己的。好，当然你如果还会做其他的，整个网页你都可以替换，这样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？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在全部这个 web 电软件做好的东西呢，实际上它已经帮我们怎么样做成网页的。你可以跳脱，如果你以后比较熟网页的技术的话，你可以跳脱我们的这个程式界面，好，这个编辑页面，让你自己的页面可以来做一样的事情。它呢会把我们你在这里面做到的东西都放进来，好，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，这个是它的样式，它有载入的函数，这边都有。好，这边都有。那另外呢，你往下走，你不小心还会看到你们家的开发板是什么名字，有没有？是哪一个种类，哪一个名字，它的延迟的时间有没有都进来了？事实上它就写在我们的程式码里面，好，就写在程式码里面。那我知道这个刚开始对各位相对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又没有学过网页，可是呢你下学期在用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有概念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做，我今天是要做一个成果，我希望让人家看得比较清楚的，你可以透过自己制作网页来做，这样会比较有成就感，这样可以吗？